很好，很好，很好，不错，不错，很好，很好，谢谢，谢谢。哦 ，so good， so good， 来坐。啊，第三组，哇，压力来了啊！来，你就在那固定，就在这儿固定啊。嗯，起份过来吧啊，有点戏啊。好嘞，好嘞，老师，来吧。好，来吧，来吧。这喜剧啊！啊，难怪喜剧。好好，挺喜感的啊。甩得很漂亮，那个有练功的就是不一样。接着又轮到。女生跟你有关了，轮到我的部分呢。好了，大家来先报名，谁要演那个厨娘呢？我们请先出来。好，我们来集合一下了，我们来讨论一下。你们请主要演那个很妩媚的厨娘的啊。嗯，老板娘相遇。情景是这个娇俏的厨娘在店铺打烊前见到令她一见钟情的大侠。嗯，这个心动不已的厨娘要通过释放魅力。与他共饮一杯。我们有词吗？没有，没有词，就是内容是这个。大家知道要演一个稍微风骚的女人，那为什么要用风？那大家去想一想，飘忽不定，抓不到。还有呢？风情、风韵，对，眼神，对对，可以是很有神秘感。嗯。我的理解哦，你不会特别的去刻意的去做一下什么东西，你可能就是我一碰到一下啊，有我就继续再多一点，不要很硬的那种，可能一碰到达到目的了就再多一点点，自己去体会，不一定把这个框框给框住，给框死，也许做一个不一样的也可以，就好好享受。好，那我从外面走过来，就这样了吧，随便来。好，队长加油！加油加油！准备先来一个。加油加油加油！好，预备，开始。我的妈呀！哎呀，谢谢老师。哎，哎，这种即兴就很厉害的啊！哎，我们帮叶彤老师鼓鼓掌啊！谢谢老师，谢谢。惠子，其实我觉得你很多动态都很好看，就是不停地做出一些好看的姿态，让我去注意，让我去留意你，都 OK 的，都挺好的。可是我觉得这一次我有一点点失望。其实我觉得我们话其实是有点多，其实根本没必要，其实他设计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东西。有时候话太多了就会让大家忽略了到底那个感觉在哪里，就很容易用耳朵去接收那个信息是什么，反而会忽略了戏的本质在什么。所以我还是期待这五位女学员或者是我们其他的学员多注重在眼神啊，感觉啊，肢体啊，就让大家更多的想象力，我想会更理想。你想试？没有，交流。好，还有最后一个决定的，那我们现在商量一次。好。啊、他《新龙门客栈》有限时比较新什么的，那他时间很短。我个人觉得一定要那个反应比较强，否则他们后面，因为他不行，在那么短时间是没有办法把它弄好的。我个人觉得就是左边那组比较稳。对，也是我的意思。好，因为金沙中间那个互动，我觉得挺好玩。因为那个互动就是我突然间想到的，他也能够接得到，然后就是大家有一个有时蹦了一些小火花出来，所以我也觉得不错。而且平常的活动的时候，我就看到向左呢很有那个动作，我就觉得他有这种基础啊。我们决定了。好 ，OK。好。各位同学，哎，好，来，
因为大家表演都很好，但是我们经过商量之后有我们的考量，所以选出来第三组，就是啊，就是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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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们也是很好，我明白您，就是短时间内不会那么快，然后脚尾啊什么飞的，对对对对，要酝酿啊各方面。没事，啊，这就好，这就好，这就好。能穿上一次古装满足了。我给你买，你想要什么汉服？我给你买。头套没粘。我给你买。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我们差一点，差就差一点，就差一点而已，你们这。爷爷，一奶奶，一奶奶。哎，俩我乐懵了，挺开心的。整组赢取了这样的一个机会。阿索，阿索厉害，厉害厉害！你的那个翻加了大分儿。对，哇哇哇！没选上那两组，我现在要跑另外一组去啊！现在赶快换衣服。现在啊！哇，我们留下来，我们不用跑，我们不用跑。也不要失落了，还有机会。失落？我失落，我失落。你这哎，他是真失，真失落。不要失落，我们再去跑其他的组。嗯。好，请上，我们上车。喂喂。别别别别失落，我们已经做得很好很好了，不失落不失落。姐，我跟你讲，我去年的时候甚至都已经不想演戏了。为啥？我实在是觉得会很失落，就是每次角色就是试完没有回馈。不用啊，你看我们的导师都是演了一辈子戏，他们用他们的专业跟他们的个人魅力，所以我让你去学这些东西，找这些东西找的是什么？找的是你的个人魅力。你要由内而外有一种气质，就比如说我就是要飒的，那你要内核飒呀。嗯，哎呦，正常啦，那么容易都是大明星吗？天哪！有，我觉得有一点遗憾吧，我觉得。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很适合新龙门客栈，海尼也很合适这个角色，没有选上我有点失落的。不管是输赢也好，还是选择的权利也好，我都不想让我的队员们比别人差，就是我不想让他们享受的选择的权利比别人少。到了，哎，各位，待会儿呢，你们下车，就别的老师接你们了。